队的人气女神来富邦的。她之前呢被网友给点名，说她非常适合参演这个《三道猴子》真人版的女主角，就是她，就是她。所以她网友讨论度已经很高了，非常高，爆红的这一位。哇，对对，来来来，让我们欢迎 Jessie。就是他，哎，有啊有，本人耶，真人版。嗨，你好你好。哎，我觉得他们今天出来每个人就是本人啊，都跟照片其实没有差很多哎。对，因为这个一定不能骗，因为你在拉队现场，大家都坐那个法相位去第一排，大炮在拍的。对，我选了三次，我是第三次才上的。对，然后我前两次都超级认真，对，就是我为了要配合那个啦啦队的风格嘛，然后就准备了彩球，然后衣服、音乐也都是搭配好，就哎都没有上。然后第三次我就有点佛系甄选这样子，然后就说啊，有就有，没就没啦，有就有，哎，没有就没有，哎，好了就好了。三次才对，然后选到励志哎，那你为什么一直往后？他一直讲，一直往后，不用怕。对，选到考官都认识我，然后我们就讨论说，哎，那你觉得我下次要用什么造型？我是不是会比较容易选上？你的人生呢，就不能再后退。对啊，对对对对，好不好？我前期不要再斗退路。对，生命当中，我告诉你啊，人在这一生里面，你要如同过了河的竹子。哎，我来到这里，我不参加则已，我参加我就是要上。是。就那么简单，好不好？所以人是这样，要一个艺人要想红，城墙来都挡不住你。所以他还是有那个才艺，先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啦。哎，用你那个征服猪考官那套才艺。这位呢，他是中职啦啦队票选出来的人气新人王，所以他基本上已经有人气了。然后他除了是啦啦棒球之外，他也是直篮哦，篮球的，对，他也是篮球上面的人气榜也有第三名，双七就对了。对，所以他是篮球、棒球，他都有人气的，那真的很棒哎，棒哎，好棒棒，真的很棒，很棒。而他的 IG 随便 po 都有百万的观看，所以代表他是人气相当一个 girl。接下来要欢迎的是 Dora。欢迎Dora！
看了他的才艺很特别，有一个叫做斑比，斑比，斑比，我很少看到才艺有写斑比，对呀，你要在直棒上面斑比，对，我不想知道斑比的故事，我想要了解那个刺青的故事。哦，他原本是一排英文字，要不要发望远镜给你们？我也可以 ，That's right， 那是什么？他原本是一排英文字，然后为了盖这个字，所以在延伸这样过来。为了原本有英文字哦，就这一条比较深。有近看有看到。我刚刚就看到了你，那这是人名对不对？应该是人名。因为后面的话是，你把它问结巴了，大哥。有过一段残破的过去，是一个朋友的星座的符号这样子。哦。然后这个没有了。这个朋友未果，当时这个。对，相处未果，对，年轻不懂事。才艺表演，才艺表演，看一下，来，我表演一首，就是我算是我的成名曲哦，成名曲哦，对，然后名字叫做《这种性感兜兜好》。好像曾经有来过大热门吧，对不对？好像应该见过他。来过。然后呢，他小时候在香港拍戏出道的啦。他小时候是童星来的。童星哦。然后后来呢，有参加过呢 AKB48 Team TP 哦 ，Team Taipei 的成员。然后离开之后呢，夹带着高人气加入中职啦啦队，然后被大家呢称作是群群的接班人，二代啦，群群的接班人，厉害，有压力，人气相当高，嗯，让我们欢迎显迪奇。Sisters， 听说你好像什么都会，唱跳啊，乐器啊什么，对呀，都包括唱片啦。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所以我小时候有去学钢琴，然后高中的时候有组乐团。哦，组乐团，对，那你是什么担当？什么？高中的时候是弹吉他，钢琴、吉他都会。然后在 TP 里面，我就是鼓手这样。鼓手，真的会的也太多了吧？你一人大乐队就好了。又是一个才艺很多的，对呀，好，挑一样最厉害的表演一下，吓吓他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表演打鼓。哦，真的假的？厉害，来看一下，欢迎可爱的显迪奇带来的《鼓动你的心》。
little bit of disregard. Handful of complaints, but I can't help the fact that everyone can see these scars. What I want you to want, what I want you to feel, but it's like no matter what I do, I can't convince you to just believe this is real. So let go, watching you turn your back like you always do. Face away and pretend that I'm not, but I'll be here 'cause you're all that I got.大家好，我是林佑馨。Hello， 大家好，我是何一佩。三立严选，熊熬算。三立严选最划算，记得来看我双十一，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